手千里山远，将无风吹雪，我却入虎穴，凭一腔热血，与你四手并肩，龙潭赶跨越，是你的一切，给我一片天。少年翻越长风，知心必苍龙，笑傲人前的飞风，注定要相逢。不管岁月匆匆，爱依然汹涌，走遍南北与西东，找我心中的英雄，要用一生的武功换来一生的感动。你哋放心啦，我哋新学会而家筹募紧经费，经济有困难嘅家庭可以申请生活补贴嘅。咁就太好啦，两位真系好人，处处为我哋穷人着想啊！小牛啊，第日大个咧要学哥哥姐姐佢哋咁好人啊，知道吗？知道，你哋嘅工作好有意义嘅，所以我哋一定会同心协力办好新学会嘅。放心啦，我绝对唔会辜负各位嘅期望。冇错啦。好啦，时候都唔早噶，都就快天黑啦，我哋赶住翻去嘅。你好好考虑一下咯，下次嚟嘅时候记住踊跃啲报名啦。好啊好啊，大叔大婶告辞啦。咪住啊！如果唔嫌弃嘅话，拎翻去煮嚟食啊，少少意思咋。咁我唔客气啦，多谢。多谢，走先啦。好声行啊！咁好啊，下次见啦，大叔。唔使送啦。再见。再见。哥哥，上堂唔交功课系咪会俾老师打屁股噶？梗系唔会啦。嗱，你哋个老师咧就系呢位姐姐啦。你睇下，姐姐系咪一个会专打小朋友屁股嘅人嚟啊？唔知。唔知咧。哎呀，做咩事啊？奇英啊，我留咗条手巾仔啊，我想翻去搵啊，帮我拎住先。好啊。哥哥，小牛两个字点写啊？小牛啊，系咪你个名嚟噶？系啊。好，我教你写，嚟啊！嗱，小字咧咁写嘅，小牛，小牛就系你个名嚟啦。哦。我话俾奇英听，奇英，依文，冇啊，点解啊？依文，我求下你，千祈唔好同奇英讲。点可以呢？你知唔知佢几咁挂住你啊？你睇下我呢对脚已经废咗，而家就成个废人一样。我已经唔系以前嘅卫南。我同奇英在一起，只会是他的包袱，只会是他的负累。卫南啊，太残忍了，你这样对他实在太残忍了。如果你跟他说的话，我不会原谅你。卫南，卫南啊，做什么啊？我求下你，依文，我哋系咪好姊妹？我只系想留翻一个美好嘅印象俾奇英。如果俾佢见到我咁嘅样，对佢、对我都唔系一件好事。卫南啊，咁样实在太残忍啦！依文，依文啊，揾到手巾仔未啊？依文，走啊！千祈唔好俾奇英入嚟，我求下你，走啦！走啦，以文，我求下你，快啲走啊！我走。
尔文啊，你面色好难睇，有咩事啊？系啦，揾到手巾仔未？揾唔到啊！手巾仔唔见咗啫，唔使咁唔开心嘅。系嘅，如果为咗揾唔到条手巾仔，系唔使唔开心嘅。嗯。小姐啊，田姑娘嘅下落，你千祈唔好话俾奇英少爷知啊！点解？你谂下，如果讲咗田姑娘嘅下落俾奇英少爷知，佢一定翻去田姑娘嘅身边噶。咁样，我更加要话俾佢听，成全佢哋，唔可以阻住佢哋。你谂清楚，你会再一次失去奇英少爷噶。或者应该讲，我从来都未曾拥有过佢。但系而家系你嘅机会。喜儿啊，你唔好好似魔鬼咁引诱我啦。如果我真的这样做，实在太自私，太对不住卫南了。如果你告诉田姑娘的下落给奇英少爷知，田姑娘说过会恨你一世的，是她自己亲口说的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还有啊，瞒着奇英少爷都是田姑娘的意思，又不是小姐你自作主张。再说啊，如果奇英少爷和小姐一起得到幸福的话，田姑娘都会开心的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。我瞒着奇英觉得很不安乐。卫南现在对脚这样，又失去了奇英，她很痛苦的。我有个主意，不要那么快给奇英少爷知道，等时机成熟才再告诉她。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好主意。这个是耕田的田字，大家读一次。田，耕田的田。没错了，耕田要用力的，力量的力就是这个力字了。大家读一次。力，力量的力。没错了，田和力加起来就是另外一个字来的。就是一个男字。是不是男女的男啊？是啊。那是不是就是卫南姑娘的男啊？是啊。真的很怀念田姑娘，尤其是她的腿法。不过以后都没机会领教她的夺命穿心腿。没错，真的以后都没机会了。她的脚真是好了，原来宋小姐和卫南是金兰姊妹，卫南总算找到亲人了。以后宋小姐多点来探卫南，那就不用她一个那么孤单了。我们老了，和她没什么话题。其实我要多谢你们一直照顾卫南就真的。啊，是了，这里有些银两送给你们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宋小姐，我们不收得你的银两的。是啊。尔文啊，大叔和大婶是有骨气的人来的，如果你送钱给他们，只是不尊敬他们。啊，那真的不好意思了，你们不要怪我。不要客气，你们慢慢谈，我们去做事了。大叔大婶啊，小心点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大叔大婶的为人真的令人敬佩。他们两个就好像我再生父母。嗯。尔文啊。啊，有没有告诉奇英听啊？没有。多谢你啊，我知道这样做是很难为你的，只不过我真的没有选择的余地。有啊，你有的，只要你对我有信心，让我和你这对脚你好回的话，就可以见奇英的了。我不配。尔文，你和奇英才是天生一对。卫南啊，我很开心知道你们两个能够同心协力为理想而奋斗，由始至终我和奇英都是有缘无分。
其实佢心里面只系得你一个嘅啫，无论系以前、而家或者系将来，都系得你一个嘅啫。老姜都只一只牛，点配做教头啊？喂，你讲咩啊？我讲乜嘢？我话只有黄麒英先至配到教头，人哋有名堂，人哋大破百年教嘅英雄，苦学双形拳，名震天下。睇下你，简直系不知所为。你唔好挑拨我同大鬼之间嘅感情。佢系我二兄，佢武功高过我，名气大过我系应该嘅。正所谓各门各派，各施各法。只要我铁骑三可以打败你，就有资格做你师傅啦。好。一言为定，今日只要我打败你，你就即刻躝。好，如果我真系输咗嘅，就只牛咁躝出去。好，今日就等我嘅铰剪脚剪断你嘅铁线拳啦。我老哥啦，我认输，我认输啦。好嘢啊，三宝嘢啊。点啊？我有资格做你师傅啦。愿赌服输，师傅在上，受弟子一拜。咦，乔三，宋女士，你头先打得好精彩啊！真嘅？嗯，想唔到你咁心胸广阔嘅，会收个侮辱你嘅人做徒弟。其实道理好简单啫，多个朋友少个敌人啊嘛。嗯，其实我话你心胸广阔，系因为你对麒英一啲妒忌都冇，呢一点系好难能可贵嘅。当然啦，我哋好兄弟嚟噶嘛，我系真心尊敬我大哥噶。我最欣赏你呢一点噶啦，又率直又爽朗，不愧系男子汉大丈夫啊！上堂啦。佢赞我男子汉大丈夫。哎，乔三，快啲嚟上堂啦！床前明月光，乔三，
咁细声嘅，读大声啲啊嘛，听唔清楚啊。哦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背得好，而家教你认字啊。第三课。依文啊，咪住先啊，我寻日见到两个字咧，我唔知点样读噶。哦，写出嚟睇下。哦。系咪即系一男一女拜堂成亲咁意思啊？系啊。将两个铁骑衫成亲，对象又好似宋以文咁。吓？你讲咩话？我讲得咁细声，你都听到啊？系啊。究竟头先你系开玩笑啊，定认真噶？以文，其实我唔识讲嗰啲好听嘅说话嘅。但系咧，我每次见到你同想起你，嗰种感觉都好特别嘅。我谂我中意咗你。吓？我真系冇谂到喎。不过我真系好多谢你番情意噶。但系我对你真系啲爱情感觉都冇啊。少少都冇。冇啊。不过我一直当你系好朋友嚟嘅。够噶啦！其实我铁骑三呢个人咧，都唔贪心嘅，能够同你成为好朋友，已经系我福气同荣幸。你千祈唔好将我头先讲嘅说话摆心里面啊！我铁骑三身经百战，输赢啊好闲嘅啫。铁骑三啊，你真系好可爱。由细到大咧，冇人赞过我可爱嘅。你真是个一等一的好人来的，将来一定会找到个比我更加好更加适合你的女仔。那你呢？你找到个适合你的男仔没有？在这么短的时间，新校会就有这么好的成绩，实在是在座三位的功劳。来来来，姓某敬三位一杯。好。请。请。大人太客气啦，今次办新学会，大人功劳最大就真。如果唔系大人叫官府免收税项，拨地俾我哋起学校，亲自监督，事事关心，处处帮忙，就唔会有咁嘅成绩啦。冇错，我哋只系兵卒，背后嘅元帅系大人嚟。无论如何，三位都系企喺最前线，功不可没。系啦，最近咧搜查百年教总坛嘅时候，发现咗啲线索。哦，系咩线索？百年教的背后牵涉到朝廷命官。哦，是百年教的幕后首领。嗯，那知不知道是谁？现在还在找证据，我派了人追查的了。那要尽快将幕后首领捉拿归案，免得他逍遥法外再残害百姓。来来来，请。请。请。乔三啊，是打胜仗啊还是打败仗啊？如果打胜仗啊，就唔使借酒消愁啦。嚟啊，宋小姐。唔该。大人，敬你一杯。请。请。嚟，乔生。我哋派去嘅人已经成功拜铁桥三为师，而且混咗入新学会活动。
佢仲搜查过所有嘅地方，包括盛德永嘅书房，不过冇发现我哋揾嘅嘢。虽然我哋未有咩收获，不过千祈唔好放弃，继续搜查。系，睇嚟圣城嗰班人仲未攞到本记录，唔系佢哋一早已经采取行动对付我哋啦，所以唔可以俾佢哋攞到嘅。总言之，小心行事，继续监视。对方一旦有所行动，我哋就先下手为强，必要时杀咗盛德荣。系。你可以企起身啦，你复原得真系快啊！嗱，卫南，你而家试下扶住台边，一步一步咁行过嚟啊，慢慢嚟啊，试下用左脚啊，嚟啊，要有信心噶，唔使惊噶，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，一步一步咁过嚟啊，唔使惊噶，你试下左脚啊，系啦，一步得噶啦，你得咗啦，嚟啊，嚟啊，唔使惊噶。嚟啊！再嚟啊！再试下一步，嚟啊！你得噶，你试下就得噶啦，坚强啲啦，系啦，左脚啊，再行一步啊，得噶啦，仲有几步到噶啦，嚟啊，就过到嚟噶啦，就得噶啦，坚强啲啊，系啦。左脚啊，仲有一步咋，嚟啊！卫南，你得啦！依文，睇唔睇到？睇唔睇到？我睇到啊！我对脚，我喐啦！系啊，嚟啊，过嚟呢边坐啊！你对脚可以喐啦，我谂唔使几耐你可以自己行噶啦，好开心啊！依文，如果冇咗你嘅，可能我呢一对脚永远都会跛噶。卫南啊，你唔好咁讲啦。你知唔知啊？我有一个最大嘅心愿，就系、是、希望你早日康复，可以同奇英相见啊。你都唔知道，我每次见到奇英嗰阵时候，好似犯咗咩罪咁。你要我收埋呢个秘密咁耐，我都唔知几辛苦。以文，有时喺你面前，我真系觉得好渺小。你真系好伟大。好了好了，有什么伟不伟大啫？我又不是上帝，又不是什么伟人，我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啫嘛。啊，系啦，有什么需要的等我帮你买啊。要买的东西就没了，只不过娘亲死了之后，到现在灵位都没一个，我想跟她安回个灵位，尽下自己一点心意。好啊，我即刻帮你办。你睇下啦，有病有靓，可以吗？嗯，可以啦。几多钱啊？两文钱啦。啊，多谢。啊，蔡玉波，哎，买啦买啦。啊，岂有此理啊！正室云雨，哎咦，涛哥，啊，对唔住啊，王母田门王氏夫人之灵位。哎呀！好彩冇跌烂啫！呢个灵位冇咁多事啊！啊，系啦，你要记住啊，呢件事千祈唔好俾奇英少爷知啊，知道吗？哦。奇怪，真系奇啦！奇怪。阿涛，嗯，咩奇怪啊？哦，啊冇啊，冇咩嘢。做咩吞吞吐吐啫？到底咩事啊？我唔讲得噶。点解唔讲得？我答应过喜儿，唔话你知噶。哦，好啊，你唔话俾我知嘅话，得啊，罚你以后冇饭食。咁都罚冇饭食啊？你到底讲唔讲啊？人命关天。
食饭紧要，我谂喜儿佢都唔会怪我啩。好啦，咁我讲啦。嗯。今日我喺市集见到喜儿啊，佢拎住一个灵位，上面写住望母田门王氏夫人之灵位啊。吓？你话啦，田姑娘都唔喺度噶啦，知我咁嘅灵位边个供奉啊？咁你话奇唔奇啦？卫南呢？佢而家喺边啊？奇英，你知道咗啦？你果然早就见过卫南，佢冇死到。卫南佢？你几时见过卫南噶？点解唔通知我啊？点解瞒住我啫？奇英啊，你唔好咁冲动，你冷静啲啦。你叫我冷静，我点可以冷静啊？枉我一直当你系好朋友，你咁伤我心，我仲点可以冷静？叶文，点解要咁样做？点解啊？对唔住啊！我要嘅唔系对唔住啊，我而家要嘅只系卫南嘅下落。你讲俾我知啊！而家仲未系时候啊！咁啊，迟啲啊，迟一啲，我一定会亲自带你去见卫南噶。点知系适当嘅时候啊？我明白啦，你有心阻止我去见卫南啫，点解要拆晒我哋啊？点解要拆晒我哋啊？点解拆晒我哋啊？我明白了，你对我仲存有幻想，你谂住冇咗卫南，我就会同你喺埋一齐，你太过自私啦，奇英，你简直就系痴心妄想，自作多情，我唔会爱你嘅，喺我心入边，我爱嘅只系得卫南一个啫，我知道，奇英，我而家讲咩你都唔会再听嘅。但你终有一日，你会明白一切嘅。卫南喺边度？我要见卫南，听唔听到啊？我要即刻见卫南啊！好，我话俾你听。我要自残双脚，咁我哋就配啦。妈，妈，妈，爹，妈，卫南，卫南，你见唔见到啊？你行翻啦，你行得翻啦，你冇事噶啦，卫南，你冇事噶啦。我真系行得翻，我真系行得翻啦，奇英。冇错。
喂，娘，我哋先只系相陪，我哋唔可以再分开。我要你一直陪住我，走以后嘅路。小心！你鬼啊！阿涛，做咩大惊小怪啫？我卫南系人，唔系鬼嚟噶。哦，卫南姑娘，嚟啊，你坐啊，嚟坐。我话俾老爷听啊。田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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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田姑娘，娘亲，田姑娘，哎，唔使起身啦，真系好啦，翻嚟就好啦。你放心啦，即管喺度住得噶啦，唔使担心。有咩事嘅话，我哋会照顾你噶，吓。我而家最亲嘅人就系你哋啦。喂，娜，唔好咁啦，冇事啦，吓。冇事噶啦，唔好喊啦，我哋知嘅，我哋知嘅。娘亲，爹，我扶卫南入房休息先。好啊。喂，娜。卫南啊，你入房休息阵先，我炖啲心汤俾你饮，等你补下身吓。睇下你啊，成个都瘦晒啦。多谢你啊，王夫人、王老爷。唔该，娘亲。去啦，行啦。小心。真系可怜啊，佢受嘅苦实在系太多啦。照我睇。到最后田姑娘才是我们皇家的新抱啊。可能以文和奇英真是有缘无分啊。嗯，都是顺其自然啊。婚姻这种事勉强不来的。没错。喂，娜，你放心，我会尽我最大努力令到你双脚快啲好翻。嗯，奇英啊，你帮我通知尔文，话俾佢听我喺呢度啊。唔系佢去渔村揾我，我惊佢碰钉啊。我谂你少同佢来往好啲。点解啊？哼，知人口面不知心。嗰个宋尔文，佢啊唔系真心为我哋好嘅。你喺度乱讲啲咩啫？我呢对脚能够好翻嘅话，全靠尔文医好我噶。但是他隐瞒你的下落，他心术不正，他想阻止我和你见面。奇英啊，你挂错了好人啊。其实是我一直以来不想让你见到我残废的样子，所以我恳求尔文千万不要告诉你听的。啊，其实他不跟你说，他心里面都很难受的。真的？这样我就恩将仇报了。你对尔文做过什么啊？我，哎呀，啊，尔文啊，真系唔好意思，我整烂晒你啲话具，头先嗰啲系我赔翻俾你。唔紧要，多谢晒你。系啦，你重逢我仲未恭喜你添。多谢，我真系太过糊涂，太过冲动，居然恩将仇报添，冤枉咗你，尔文啊。你闹我，即管闹啊！我都话过，终有一日你会明白嘅。系啊，我而家明白晒，真系好多谢你医翻卫南对脚，都系我唔好，系我怪错咗你，误会咗你。其实都系因为你太爱卫南先会咁做啫，我又点会怪你呢？相反，我羡慕卫南就真，佢有你一个咁爱佢嘅人。啊！我咁样话你，你都唔留翻我，仲讲呢啲说话，令到我更加唔安乐，更加惭愧。咁你系咪想我闹你啊？好，咁我闹你。谂嚟谂去都谂唔到点闹你添，你话啊？闹我王八。王八。嗯。龟蛋。龟蛋。系。王八蛋。王八蛋，王八蛋，系王八龟蛋，王八龟蛋。
救真系神乎其技啊！以文，嗯，到你啦。好，嗱，唔使惊噶吓，一啲都唔痛噶。试埋呢只，反应良好啊！你复原得好快啊，比我想象中更加理想啊！以文啊，梗系啦，你我中西医结合，梗系事半功倍啦。所以卫南康复得特别快嘅。嗯，以文啊，今次真系好多谢你喺我身边支持我同埋鼓励我。如果唔系，我早已经自暴自弃啦。冇咗你嘅话，我呢对脚可能已经废咗，我嘅意志亦都完全消失晒。以文啊，我真系唔知道点先报答到你。卫南啊，我哋系好姊妹嚟噶嘛。再讲啊，我哋三个人而家已经冇晒芥蒂啦，我觉得比以前舒服好多啊。冇错，以文，以后我哋三个永远都系好朋友嚟。嗯。啊，系咧，我想问一下，我几时先可以练武功啊？嗯，要完全好翻先可以噶，而家仲未得，你做乜咁急要练功啊？我是练武的人，武功就是我们的生命，况且我已经这么久没有练功，我怕会生疏。卫南，嗯，你挂着练功是好的，但是不可以操之过急的嘛。你现在已经是名震两广的大英雄，你的苦学双形拳可以说是街之巷闻，我一定要好好地鼓励自己，尽快地迎头赶上你。好，其实我有今天的成就，我很多谢一个人。是你师父大侠六阿彩。嗯，如果没有师父的悉心提携和教导，相信我今天还是个体弱多病的人。只可惜师父惨遭劫难，分享不到他徒儿今天的成绩。奇英啊，我想你没有辜负到他的期望，六大侠在天之灵一定会觉得很安慰的。冇错，所以我希望卫南可以早日康复，以达成我哋师父嘅遗愿，共创一套南北拳。我成日都话咧，好人有好报嘅。大哥，今日田姑娘能够翻到你身边，一定系上天对你行侠仗义嘅回报啊！嚟，大哥，为你哋劫后重逢饮杯，饮杯。乔生，嗯，你同尔文点啊？佢系老师，我系学生。嗯，我哋课室以外系好朋友，永远都系好朋友。乔生，你真系可以咁放得开？我铁乔生咧冇咩优点，最唔中意就系强人所难。只要佢中意点做，我都会尊重佢，亦都会好好保护佢。其实你依然爱佢。我都唔知啊，只要佢开心嘅，我咪开心咯。你知唔知乔生？其实你最懂得爱，真系。嗯，从你同尔文之间嘅关系，我得到一个启示，就系我更加珍惜目前拥有嘅一切，我唔会俾卫南再次离开我，所以我决定向佢提亲。好啊，大哥啊，虽然我铁嘅三求爱失败，但系都希望你提亲成功。嚟，祝你马到功成。好，马到功成。喂，啦，奇英，我想送样嘢俾你。乜嘢啊？伸手出嚟啊！红鸡蛋，今日边个生日啊？好多年前嘅今日，有个小朋友出世，咁佢娘亲就整咗个红鸡蛋俾佢。原来今天是你生日啊？是啊。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，等我送份礼物给你嘛？你想送礼物给我？嗯，得啊。我想要的礼物是……你喜欢什么礼物啊？不过我怕你不愿意。份礼物很贵重的。可以很贵重，也可以说很便宜。可以很贵重，也可以很便宜。嗯，到底是什么？是几十只红鸡蛋。那很简单嘛。
不过唔系而家要，系将来。我希望你同我生儿育女，到时我就可以大派红鸡蛋啦。咩话？如果唔系我当日报仇心切嘅话，陆师傅就唔会中毒而死。我早就知道严巴山要放毒烟，毒害我哋两位师傅。点解你唔早讲？我对唔住陆师傅佢，更加对唔住你。是你害死我师父，我真的估不到你为了报仇竟然不将严巴山放毒这件事讲出来，为什么要这样？